他这词儿有毒，以后对呀，没有他们，所以说不知道要补什么。哎，我也哎会带到这句话，我要喊，这句话我魏无羡对你的担心，可以，就你已经走了，你知道吧？魏无羡是想的，等着，小心点。你他妈演的太过了吧？需要吗？我不会这样演的呀，你演给你，我给你研究。蓝湛，小心点啊！你不会，蓝湛。对呀，心灵啊。小心点。啊！吹个风。谁扶着？我给你用蓝湛，小心点。老弟，视频拿过来看一下。这样 OK 啊 ？OK。啊！宫里他妈剧本上这样写的，担心。谁先出来的？蓝湛。23处，不，你这个小西兔，我操！你看老鱼这个，老鱼来一个，来啥不来了？就你刚刚那个，非常的非常的色情。能站，能站，小心点。你来一个，如果你魏无羡，你这句要怎么演？我说如果你要演一个魏无羡，他妈的，不要。这一定出来吧？上不来的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理由？魏无羡怎么了？这个理由太难了，我驾驭不了。蓝文清出来，我聊不了。这魏无羡太难了，只有战哥能驾驭，我驾驭不了。这一段真的不要说什么，这是很难，我已经看了。好，再来一波，太难了，我演不了。